66条经典禅语。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。66条经典禅语。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